下来又说出来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，我越吃越瘦，今天吃过古老肉，酸酸甜甜很开胃，不好吃找我包退。开干，准备一块上好的背牛，先洗一番菜。这是一道非常开胃下饭的菜啊，老人小孩都喜欢。先把背牛给它刀，改成圆圆的方丁儿，先把肉腌制一下，加入母鸡蛋，加入条件好的可以放两个，料酒、盐巴，放入淀粉，左手搅拌均匀，这看着土鸡蛋哈，这颜色漂亮的很，软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，上浆了。腌制十分钟，再准备个菠萝，菠萝对半切开，这个菠萝好像有点内伤，挖出果肉，抠干净来当个碗哈。那个有内伤，还好我有备用的。菠萝肉还是切成圆圆的方丁，如果你们的菠萝酸，用盐水浸泡十分钟就没得那么酸了。准备两个青红椒当配菜，切成菱形片，也就是马耳朵。现在调一个糖醋酱汁，番茄酱，一把白糖，白醋，再放点清水，烤砖备用。阿公点火，要点开干。锅烧宽油，宽油就是多一点油的意思啊。油的时候呢，下肉，炸四五分钟就可以了。再久了熬熬不动了，先捞出来。油温半热，配菜一起复热，半秒起锅，重新起锅烧油。放入调好的料子，不停地搅动，熬到起大泡，放点水淀粉勾芡，放入菠萝、猪肉，再来滴点明油，要得了，起锅。一份酸甜可口的菠萝古老肉送给大家，来啊，我开切。哎呀，啊，你最喜欢吃这种糖醋肉的啊？上回弄两个松鼠鸡，我阿公高兴惨了。我应该用没有字的那是。是吧？嗯。酸酸甜甜的，开胃得很。你看不啊？这个里脊肉也是外酥里嫩的哈。菠萝古老肉，听懂中文吗？没听懂啊。嗯。哦，裹了裹了这个番茄酱色，哦，裹了这个，才有酸爽啊，才更酸爽。还炒了个豌豆角啊。你在用哪里？以前吃过，以前吃的是老板儿回锅肉。回锅肉，回锅肉就是自古以来四川人最爱的东西啊，也是最家常的东西。不敢啊！跑我！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我也来，喜欢富农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米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